要買多啲添啊！喂，佢哋又嚟啦！钱都准备好了吗？我哋系唔会俾钱你噶。你说什么？我唔怕你噶，我哋唔系好虾噶。臭小子，还想挨打是吧？他奶奶的，他们谁敢反抗，就给我打！难怪你们敢反抗，原来请了个保镖啊！我来佛山开武馆，你们就排挤我。今天你又要来管我，他奶奶的，你非要感觉我吗？莫你就管住你。叶问，你试过每天吃不饱饭吗？家阵人人都冇一餐饱饭食噶啦。我来佛山的第一天，我说过。我不要再挨饿了，我不会再挨饿了，给我打！打！上啊！上啊！